小姨，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你知道八音盒这个系列我用心准备了多久，它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你就这样一声不响地拿走了我最重要的作品。小姨，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八音盒是你的作品了。我知道我道歉也没有用了，可是我没有办法了呀。我没有你那么有天赋，我也没有你家里条件那么好，爸爸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我再不证明给他看，如果我再不成功的话，爸爸就不会让我学设计了。你那么有天赋，那么厉害，你肯定会设计出比八音盒更优秀的作品的，就当帮我一次好不好？下面是本市新闻。本市上海乐华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学生郑金环所设计的八音盒系列在本届举办的服装设计大赛中获得最佳设计奖，郑金环本人也获得新锐设计师奖。郑金环称，
姐。李小姐你好，我是恋物志杂志设计专栏的记者，我想采访您几个问题，可以吗？不可以。啊，我知道您现在可能不是很想见我。那你来干什么？哦，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正在做一篇关于你朋友的文章，我发现他这次的系列八音盒和您之前的设计风格十分的相似，也有传闻说这本来就是你的作品，这是真的吗？没有这回事。你好，请问你是 Megan 设计师吗？我很喜欢你作品，之前就一直关注着你。啊，对不起啊，我不是。啊，啊，那好吧，我可能认错人了。你跟他熟吗？不熟，我只是很欣赏他设计。哎，那个是你设计稿吗？嗯。我觉得很不错，很有想法，我可以看一眼吗？可以啊，送我。送我了？我可以问为什么送我吗？嗯，不可以。好吧。你现在忙吗？嗯，还好，不忙。那陪我说会话吧，顺便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啊。
等我很久了吧？还好，陪我走一走。好啊。对了，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林小一。林小一。你呢？我叫赵文哲。你知道吗？刚才我在家整理照片，我刚整理完你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时机掐真准。你是摄影师？不能说摄影师吧，我还是大三摄影专业的学生。但是我觉得我将来某一天肯定能成为一名摄影师的，怎么样？约拍吗？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我那天在拍照的时候，就在我坐的那个草坪旁边，我那么瞥了一眼，你猜我看到什么？四个瓣三叶草，怎么样？厉不厉害？哎，你们女生听到这样事情不都应该很惊讶吗？像什么哇天哪，真的吗？怎么到你这儿一点反应都没有啊？陪我散散步吧，家里太闷了。林小一，你看什么呢？没看什么。你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有什么心事吗？
这地方不错哎，我们去那边坐会儿。其实，我家里人挺不支持我学摄影的，因为他们不理解我每天辛辛苦苦的跑来跑去，只为了拍到一张照片。所以，我大学的志愿是我偷偷自己填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要是大学不学摄影，我能干什么？我可能是一名医生，也可能是一名老师，也可能是一名律师，但其实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每次我想到我可能要过着自己不喜欢的生活度过大半生的时候，我光想想心里面就已经够难受了。但也有很多事情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么理所当然，不是吗？生活当中总是会有太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有些路的终点太远了，远到我们根本看不到它的终点。与其在一条看不到终点的道路上遥遥无期地走着，还不如找一条确定的小路，安稳地活着。其实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本书，书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说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住着一只渴望实现梦想的小怪兽，它纯真、善良、充满力量，但是同时呢，它也缺乏安全感，所以很多时候他会害怕，会难过。但是每当我身体里面这只小怪兽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对他讲，不要伤心，不要气馁，你拥有的力量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别怕。其实那本书里还说，小怪兽对我们是绝对忠诚的，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他都会陪着你，指引着你。所以不管你在通往人生的道路上走过多少次绕远的小路，又或是害怕的停顿了多少次，只要你不放弃，他都会指引着你走向你最终想去的地方。小姨，嗯，其实我能看得出你心里面那只小怪兽正在哭泣，你赶紧让它开心起来吧，别再难过了，再难过我怕它哭死。你知道吗？听说今天晚上在这儿可以看到双子座流星雨。真的吗？当然真的了。如果真能看到流星雨，你想许什么愿望？嗯，想吃一碗我妈给我做的葱油汤面吧。这么简单？嗯。好吧。你呢？我。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哎，那个我手机落车上了，你等我一下，我去取一下。嗯，好。李小一，这是今晚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双子座流星雨。为什么是双子座流星雨？因为。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先点燃九支仙女棒代替。好了，流星雨都来了，赶紧许愿。你也许一个吧。我的愿望一个可不够，我希望我的父母身体健康，我的摄影技术越来越好，我希望林小一的愿望都能实现，而且每天要开开心心的，好吗？好。
喂，你今天跟我说的小怪兽的故事是真的吗？小姨，其实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给自己留下什么抹不去的遗憾，别犹豫，想做什么就做吧，别怕。等一下，来了，你来了呀？干嘛呢？整理衣服，坐吧。好。好看吗？好看。都是你画的？嗯。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什么问题？这么紧张兮兮的，你问啊。你就是 Megan 设计师是不是？你之前送我手稿上那个 Megan 签名，还有你拿手一直敲打桌面的习惯，还有这次他得奖的作品名字叫花火，所以你就是 Megan 设计师是不是？是不是？那你还问我？真的假的？我跟你讲，我之前一直喜欢你的作品，之前喜欢，现在喜欢，以后还会继续喜欢。嗯，知道了，我很感动。那小姨祝贺你花火得奖，也祝贺你获得年度新锐设计师。其实这里面也有你一半的功劳，谢谢你哦，张文哲。